于此，馆体由12个塔楼构成，外形近似于古代斯拉夫人的小村落。因为尼诺索夫是一位儿童文学家，所以这个馆的内部陈设也是非常富有想象力，那是一份属于孩子们的浪漫。可惜他这次没开门，所以我没能亲身进去体验一下。其实上海世博会在闭幕多年以后，除了留下这个公园之外，也留下了一个展览馆，那边的资料其实更齐全。看完这些资料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历届世博会的这些建筑越是靠近现代的，这建筑的设计理念就越不好理解，哪怕是配上很多资料也不是很好懂。它就不像早些年的那个建筑，哪怕是外行，单是看看建筑的外形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或许是因为在近些年里，财富持有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，而各种世界活动的赞助者自然也发生了变化，幕后金主身份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艺术的理念，这或许便是艺术风格的更迭原因吧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，和许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